孩子的微笑来当保养品。晚来，传简讯给我，说明阿姐啦，就是你。听我许这样一秒，又怎啦？我想你，想到要起笑。你敢知啊？你就是我的事实。两个人真的生得一模一样呢。赵一笑，你对小公啥？公进结婚？嗯。啊，你今嘛就是要做杜太太啊？当然啦、啊。我今晚来跟你求婚呢，刚刚你要记住，要是你要我跟你跪哦。阿姐，爸信你。当初我知道你的心事，我是一点失望。毕竟你之前做过很多偏差的代志，我想任何人拢无得接受的。我阿姐，爸绝对不是讨厌你。可真是，当然是真实的啊。爱之深，责之切。就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我会对你搁较严格。虽然讲即马你的观念真会偏差，你阿妈爱互相团结的。我来讲，爸是希望你通行正道，莫因为过去闯祸，家己一世人毁掉。爸，你敢真正袂放弃我？我相信。这个人想稍微白母
拢袂放弃家己囡仔。人我爸甲咱边仔甲你斗相共，上重要的是你家己安怎想。阿姐，只要你有心悔改，那是爸，阿个本家的人，甚至爱你二十几年阿公，我想大家都还过来一遍机会。来，我再试试。阿娇，人生袂当定来，来当做就是把握当下，把过去创哦当作是假事。只要你会当转念，永远拢袂歹。未来路要安怎行，拢要看你家己啊。爸，多谢你，我一定努力改变，袂让爸失望的。姐，姐，加油好吗？加油好吗？啊！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替你做加油，然后送你去病院。我相信这支加油应该会当让你倒到病院。不要！小玉，加油！给他出一支尔，你还救你家己啊？有听到无？见鬼无啊！小玉，赵勇，加油！爱王哥叫赵勇，应该第一个迎接赵勇，替阮都会感恩。减轻的痛苦，安尼就可以解。是的啦，我真正不知影代志哪会变到安尼，我毋是条甘要伤害伊。